老板，你今天又迟到了，扣钱。排队买鸭子的人太多了，来贿赂你。啊，那不扣了，不扣了。今日员工餐冒烤鸭。他在干嘛？穿越。您可闭嘴吧。这才是精华，好吗？三分都没了。爱见了吗？我们冒啥呀？直接吃鸭子。凋谢了。哦。我的是不是得加点啤酒啊？工作时间禁止饮酒啊。工作了，走不走？走走走。好想一口干啊！谁看见吃饭还有毛呢？啊，我看到了，他这没刮干净呢，没刮干净，我看一下。妈的，你就是想偷吃！哎，你们吃冒烤鸭的时候都学的里面加什么？就是加烤鸭。不信，吃冒菜有人不加锅贴的。哎，我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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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香啊，真的香。鸭子的洗澡水滴吗？还有一层，谁压谁压头？不要腿，我要小腿，小腿。哦哦哦！你成不成功？来，他们吃两个，是要做。我这哎，杨姐，你还自肥？给我尝一尝，我的比较好了。我得了一勺汤给你了。快！哎，鸭子只剩皮了。这肉，这肉。我真可以啊！这居然还有虾虾，我的天，一口吞。太有水平了，这谁煎的？是我，但你牙齿上有葱。阿宝想要啥汤？只要汤不要油。我只要油不要汤。这个锅贴是我吃过第二好吃的锅贴。第二好吃是什么？我家楼底下开的那家。有爱但不多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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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！这种带薪吃饭的日子，我觉得我不想过了。你们呢？找到了吗？啊？难道我下的药好吧？其实就是毛肚卡嗓子眼儿了，锅贴三连，贤者模式。来，大妹，大家伙成这儿啊！搅拌均匀。干！谁给你干？干！